你们好，我叫 Tim Grant。昨天我觉得不应该学日语，所以昨天我写多日语。哭嚓，哈哈。我的朋友我看他。我说他是不是中国人？如果他是中国人，我应该如果他是中国人，我应该跟他联系。所以我问他，嘿，你是中国人吗？他说，不是啊，我是日本人。我说，我不会说日语。但是我们聊天，我们聊天所以我们是好朋友。他问我，嘿，你应该他说，嘿，你应该学日语，嘿，你学中国话。所以你也应该学日语所以今天我说不是今天，昨天今天明天所以昨天我说好吧，我学日语所以我希望明年我会说中国话和日语。我觉得日语这个听非常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听很好，但是我喜欢听我的朋友说话。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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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觉得很好。但是当然我还学中国话中文但是我觉得我会说我会学习中文和日语因为我的学中文是我跟我的中文的朋友们聊天他们。而我们聊天，如果我不知道一个词，我说，这那个词是什么？好，所以我背下来那个词，所以我的不知道，但是我的字进步。所以我觉得我会学习多两个文。我也这是什么？好吧，好吗？没关系，没事。我说什么？我忘了。我也想学汉语不是中国日本韩国那个文。我想学那个文，因为我是小的时候，我很多朋友们是从韩国，我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学韩国话但是我。因为我是非常小，我不会学习
那个文，所以如果我会说中文和日语，我觉得哦，我也应该学韩语。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给我一个喜欢，subscribe 我，谢谢你们，再见。